把媳妇根本把波波当成自己的专属了，贼抢保护谁。熟悉的朋友都知道，小棒棒自从来了之后经常跟小波波黏腻在一起，总是和小波波打闹。我一直感觉棒棒应该挺喜欢小波波的，但我从没有想过小棒棒竟然这么喜欢小波波，只想霸占独享他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蛋糕在地上躺着，波波冲过去就和蛋糕抱在一起，两个就玩起来了，一起打打闹闹的，感觉特别亲密。被棒棒发现了，竟然吃醋了，看到蛋糕冲上去就骑蛋糕，对着蛋糕的大脑袋就啃，两个就打起来了。打累了，最后还对蛋糕凶了一下，被我呵斥了才停手。这小家伙可真是个醋精啊！小波波就跟蛋糕玩了一会儿，上来就咬蛋糕。话说起来，蛋糕也是躺枪了，是波波自己来找蛋糕玩的呀。